哋今日咧就嚟试呢个 Polestar 2嘅 Long Range 普通版啦。咁咧我哋Dual Motor 版咧好多传媒都试咗噶啦。咁我哋咧今日试呢个普通版，睇下究竟如果冇400匹嘅马力加持之下咧，其实佢嗰个感觉会系点样样嘅？咁我哋一阵应该会系行一转去西贡嗰边嗰个高速，即系马鞍山绕道嗰边啦。咁系我哋兜一个圈去睇一睇，究竟即系呢一架车同贵版嗰个分别会系边一度嘅？开始前提提大家啦，未订阅嘅记得即刻订阅啦。我哋今日试呢个 Long Range 版本咧，系加咗 Plus Pack 嘅。咁除咗系机械上嘅分别之外咧，咁内装上咧，其实同贵版咧基本上系一样噶。因为你见唔到有任何嗰啲门锁啊、门停啊嗰啲咯。佢嗰个太都系系咪有得调校嗰个冲凉？冲凉而家有嘅，而家校咗 standard 嘅。系啦，你喜欢轻啲定重啲？而家系太过轻啦，我觉得。O K， 双啲，我冇问题。好。轉完右之後，我哋轉左就會上 highway 嘅。好啊。咁視乎你喜歡啦，因為我哋可以將個 one pedal 完全熄曬佢咯，冇咗呢種拖嘅感覺啦。我哋最左先得翻轉左。少少時間適應啦。OK 嘅 ，OK 嘅。不過 C， 因為始終如果你用緊嘅 CLA， 佢都係啲 dual clutch 波箱啦，都會有少少你放油門有種少少地掹住你嘅感覺。唔會嘅，因為我哋咧行 eco mode 嘅。哦 ，OK。我哋行 eco mode 佢咧放油咧，佢就會轉 M 波，係啦，佢就有個 gliding mode 啊。係啊，因為咁樣會慳油啲。OK。咁啊，電車你唔使諗咁慳。係啊，電車就唔使慳啦。電車完全唔使慳住用。好輕盈嘅 ，Even 不過呢個 Even 你校咗 firm 咧，其實都唔會好重，係啦。咁你而家試緊呢個 power 就231匹，係。如果 standard range 就224匹，係。但基本上冇分別嘅，係。係咯，幾匹你 feel 唔到？嗰七匹嚟嘅時候，你完全察覺唔到。係啦，完全察覺唔到。呢边熟唔熟路嘅？熟路，熟路。呢边熟路嘅，我哋就向马鞍山落啦，去嗰个方向啦。咁你而家留意标板啦，其实佢中间一路都会提你个速度啦。系。你冇过线，佢会做翻个liquid aid 啊咁样，即系你过线冇打灯。咁你車速快過 stop 個 speed sign， 佢都會斬你提示你啦。係。嗰個 read 錯咧，你譬如會唔會 read 咗上面？咁又好少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一陣你 say 你 on the way 一路行嘅時候，其實你會發現佢全部標 time 嘅。佢 sales 到70就即刻轉啦，因為我哋有曬鏡頭喺度。即使這一架是一架前 order， 但是 C 它的比例
入字就入嚟。咁所以其實可能頭先你行啲少少彎路啊、山路咧，你會覺得你自己係個前後比例啱啱好，你就會自然你會發現咧車頭車尾嗰個距離感會短啲嘅。嗱、你見到速度快，即刻都轉翻七十啦，全部都即時俾你嘅。後座咧，後座坐落 OK 係嘛？後座舒服啊！如果我計，因為佢如果計坐嘅話，或者佢。蹬唔蹬？你起碼起碼坐落去舒服先啦。O K， 咁輕輕嘅都係。啊，見到個標牌，其實佢都會認為其他路牌嘅，即係其他小送啊嗰啲全部都會認。係。打燈扭過隔離先，咁你可以試下個題目個感覺係點樣？唔打燈扭過隔離，少少地。哦，佢會喐一喐你喎。係啦，因為你個動作唔使太大嘅，少少地慢慢走埋去咧，你都會感覺到個題目，佢會同你做修正嘅。哦，佢個 instant power 都快嘅，但係同 sensor 就兩回事，因為我哋嘅油量唔係做得唔急嗰種咯。即係兩回事，我哋唔係要做嗰種直線加速，不過佢都有嗰個感覺，好 OK， 但係好 OK， 即係嗰個 I mean 佢唔需要做到咁扯，我覺得係一般車嚟講係應該係咁嘅，太過嗰、那個 instant torque 太過勁嘅話咧，個人都唔舒服嗰、那個感覺。你揸車都仲可以。坐你坐後面嗰個就辛苦，真係會嚇一嚇嘅。哦，嗱，呢個 V Gen 就好犀利噶。嗱，而家都仲係開緊 low 啊。咁如果你開到 standard 嘅話，直頭嗰次會停噶啦。係啊。哦，咁所以 that's why 問一問你，如果你揸過年車嘅話，大概你都知咩狀況咁樣咯。個習慣要改一改啦。我自己習慣要改一改，因為我呢啲落車就。基本上就佢會繼續再去演，咁而家我就真係明顯唔夠咯。哦，你可以將我個 pedal off 咗佢，使唔使試下？好啊，好啊。好咗啦，已經。啊，咁樣開心好多。咁樣係咪自由車？啊，exactly， 冇嘢拖住你。咁樣就係啦，咁樣就冇嘢拖住你啦。我哋開翻個自動水嗰時啦。好啊。值得一提的是这架车的后座乘坐感非常舒适，因为它将电池放在中轴，所以你后座是没有一个猫的感觉的，而且脚位非常充足，也都有特大的天窗，所以如果你是乘客的话应该会非常喜欢这架车的。最后我们讲下基本资料和售价，有卖的三个版本里面 Standard Range Single Motor 36万多， Long Range Single Motor 呢大概是44万， Long Range 的 Dual Motor 呢就是54万的。看完两只 Single Motor 版，是不是觉得售价差距都太大呢？是啊，代理都听到你的声音的，他们所以现在出了只新版呢就有买 Passpack 的，大概呢都是41万，那就可以补回那个音响啦、天幕啦和靓灯的啦。好啦，最后做少少总结啦，咁我 like 嘅地方就系咧，呢架车咧真系好好揸嘅，好容易就上手啦。另外咧，普通版咧呢套避震咧就冇 Orleans 嗰套咧咁硬嘅，所以咧感觉上咧非常之舒适。另外内装方面咧都系北欧嘅一贯风格啦，简约，但系咧你感觉到咧其实佢有啲高级嘅感觉喺里面嘅。车载系统方面咧用咗 Google 嘅 Android Auto 啦。咁其實如果你用開 Android 電話咧，都好容易去適應嘅。另外最欣賞佢個特大天幕啊，坐落去嘅話咧，真係空間感十足啊。同埋呢個始終咧唔係一個好大路嘅牌子啦，咁變咗你揸出街嘅時候咧，同人撞款嘅機會都好低啦，唔會喺停車場嗰度揾唔翻自己架車。咁到 unlike 嘅地方啦，其實就唔多嘅。咁首先呢個普通版咧個馬力嚟講咧，就有200多匹啦。咁但係揸起上嚟咧，其實就唔係好刺激嘅啫。如果你追求刺激感嘅話，想間中飛下嘅話咧，呢個版本咧可能就唔係咁適合啦。
咁另外咧，後門嗰個開門角度咧，其實就有少少唔係好夠啊，所以咧你落車嘅時候咧有少少辛苦啦。咁另外咧，普通版嚟講咧，都比韓國嘅對手咧感覺嚟講係略貴噶。最後多謝你嘅收睇啊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，拜拜。